文涛和他们聚在一起，三国会谈，丰田小泉，什么鬼音乐论，无国界音乐会谈，这些都是什么鬼？娱乐相对论，这些都是什么？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那编导又是要强迫我，又是要朗诵诗歌。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出道时。韩国呢出了个 NCT Dream， 中国有 TFBOY，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那日本是杰尼斯，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这个养成偶像，所以到底中日韩的养成偶像到底相不相同？首先来表个态吧，三二一，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哦，怎么讲？怎么讲？ちょっと違うんだよね。ちょっと違うと思うの。もうちっちゃい頃から有一点点的差别。什么是养成系？解释一下什么是养成系嘛，好不好？就是养成是一个粉丝对一个某个明星倾注心血，投入，就关注他的成长。如果说你们如果想要变成这样子被养成系的偶像的话，你们会觉得开心吗？会压力太大，父母压力太大，可是他们就喜欢我，就一直养成我的吧，我觉得挺好的呀。如果你不红怎么办？支持的人不多。你说粉丝就是粉丝嘛，如果他把你养大养成的话，你见面得叫一声妈、爸爸、爸爸、爸爸。中日韩养成 idol 有不同，所以丰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养成系的偶像到底有哪些？杰尼斯事务所，日本的很经典的、很大、最大的偶像的公司，对，只有男生，只有男生，只有男生。司机带带我，我要上。你们可以看一下。视频资料。广内之外，现在是丰田的 show time。说起日本的养成 idol， 啥？你说 AKB？ 不、哦，是杰尼斯事务所。哎喂，事务所会将天真无邪、八年半的十至十四岁的男孩招进社，免费培训成预备役老司机。在他们出道前呢，叫 JR Junior。对，不是 Super Junior， 是杰尼斯 Junior。这些小男孩会通过上小综艺、对前辈伴舞进行小量曝光。比方说，去年在中国网红一时的扭蛋哥哥，就是杰尼斯 Junior。模型舞蹈不是重点，重点是养成 idol 都要积极正面贩卖梦想啊！公司为了方便管理，各式各样的不安的补脑谣，明星没有 ins 等社交账号，不允许私下与粉丝合影啊！这也有管理肖像权与保证粉丝会收入和周边贩卖有很大关系。当然，明星们本身也会不断完善自身魅力，他们可能不专于唱歌跳舞，还有听法文化，甚至是翻跟头。杰尼斯事务所的养成系 idol 模式，旗下组合不以歌舞为主，更没有各种担当的功能性人员分配，大多组合音乐一般般，舞蹈一般般。So， 养成系 idol 各自在演绎主持人的不同领域发展。像龟梨和也，虽然2001年结为 KAT-TUN 成员，但2005年出演日剧《极岛先师》《野猪大改造》收获人气后，一直是以演戏为主，有时顺手发个剧集主题曲，个人演艺成就高于在 KAT-TUN 中的成就。お前のことが好き。ダメ、ダメだよ。わかんない。私も好き。而像 J-pop 养成系巅峰组合 SMAP， 成员各是各有千秋，木村拓哉以演戏和颜值受捧，中居正广节目主持开花，担任日本的春晚红白歌会六次主持，道元五郎日中舞台剧，曹简刚更是被称赞最有演技的男人，却不擅长唱歌。所以在日本养成系出身的组合，不只是唱歌跳舞，更在于成员的个人魅力。就是要变成生活艺术的杂家，是吧？对对对对，找到一个自己很会的那个擅长就哇，韩国真不一样，不一样。韩国就是最重要就是唱歌和跳舞的，就不完美的话就不能出道了。公司的特色是大家都要各个领域发展，不一定要唱得很好。而且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翻跟斗。乌力倩倩呀、还有这个黄子韬啊，然后就他们又跳舞啊，又会翻跟斗，觉得哇，好厉害！我不要，没想到这两招居然是在这个日本养成系案例里面是属于必备技能。每一个人必会的，是不是？就是每一个日本艺人必会。不会，不会，不会，不要暴露我这个，不会。
出来，拿出来，拿出来。韩国了啊，小泉，你这边有什么样的组合，让我们分享一下？韩国当然也有，韩国 SM 出道的一个组合就 NCT Dream 啊 ，NCT Dream， 对对对对。他们也出来就是人气很高，哎，能唱能跳。对，他们算是这个养成系的偶像吗？对呀、啊，他们的那个音乐啊、舞蹈的成熟度，好像年龄小的爱豆偶像。现在 SM 的 Lukis 的计划就是公开练习生，对，公开他们唱着就能认领。小视频，大家一起看。好嘞。안녕하세요，又轮到小泉探。其实 SM 和大部分韩流公司一样，一直走的是成片上线路线。粉丝们不知道爱豆练习生时期的样子，只能看到已经包装好欧巴欧尼站到台上。但是从2016年开始， SM 公司推出 SM Rockets 计划，打破了这个传统。部分练习生向大众公开资料，活跃在公司的有关账号上翻唱前辈作品。现在看来，我们韩国也只有 SM Rockets 成员出身的 NCT 算得上养成系。不过和日本 idol 出道后一直强调个人偶像特征不同，韩国 idol 还是以音乐舞台为主，成员在团体内分为门面、主唱等不同担当，强调团队成绩。帅，他看起来已经很完整的、完美的。对，他们已经都完美的。好，那已经分享完了这个日本跟韩国，所以我们中国要出招了。来看看中国的养成系的 idol 们。中国的养成系和日韩相同又不同。首先 ，TFBOYS 和杰尼斯一样，网上留下了很多青涩时期的资料，和现在的成长有很大对比。上学期你帮我赶跑一群欺负的中学生。哦，是你。是啊。你怎么又回来了？那包小龙虾我可是有一套，我厉害的很。放点葱上去，辣椒来一点点。哎，其实还可以啊。TFBOYS 在粉丝的关注和支持下成长，逐步成为一名合格的 idol。 但是在发展道路上， TFBOYS 面临很大问题。一方面，公司小，并不能像杰尼斯一样既有主流电视节目、杂志和知名唱片公司支持；另一方面，在韩流大势的情况下， TFBOYS 又想情景歌舞。国内没有像韩国练习生那样的支持态度， TF 练习生更像是参加课余活动，并不如 SM 一般魔鬼训练，因而颇有些尴尬呀。帅可爱，但我觉得发型有点像日本。各国养成团体会火吗？杰尼斯的话就各个领域发展，团体吼很久，需要更看那个个人能力。反正韩国的就是不是个人的，是团体活的就火这样。韩国的主要就是唱歌和跳舞的，所以他们就音乐方面的。对、他们是尽心尽力的做的他们的就专辑音乐。那我们这边就聊到 TFBOY， 因为他们算是我们中国的养成系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团体、对，就是公司的规模不像就是杰尼斯这样一手遮天，很大的力量呢、然后呢舞蹈啊或者说唱歌的那种精致度也没有说像韩国这边那么高强度，所以他们应该算是基于网络上面来进行传播、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以后要红很久的话，当然他们很有天分，如果红很久的话，必须得看自己的运气跟自己成长的实力到底有多厉害。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对不对？好，那今天聊得很开心啊，我们今天的无国界音乐会谈呢、就今天要噼里啪啦不知道聊什么啊，已经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文涛，我是小泉，我是冯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